大家好，今天我煮的是这个辛拉面，那我还加了蔬菜跟 cheese， 然后这个呢是我自己腌的泡菜，韩式的萝卜泡菜。静置一夜，今天来吃看看，看好不好吃。嗯，洋葱很甜，洋葱变得很甜。来吃这个辛拉面，我加了 cheese。我买的 cheese 就是这个加的，这个 Costco 买的。喝一口这个汤，好，看 cheese， 这是一张口香糖那样子，是不太适合煮这个。加了起司的味道，闻起来面就变得温和了不少，也温暖多了。虽然现在根本还不到冬天。自己做的这个韩国的泡菜萝卜，腌了一天，吃起来真的比较刚好，真的蛮好吃。虽然我一开始腌的时候盐巴加的有点太多，后来后面有拼命的抢救它，所以现在不会太咸，现在吃起来就蛮刚好的。这韩国的泡菜腌萝卜还蛮简单，大家可以试试，切薄一点，比较不会有那个萝卜的那种脆脆的味道，吃起来就会完全的很入味。因为现在不是萝卜本土萝卜的季节，所以萝卜都是进口的，所以自然吃起来就会比较，应该是当季的萝卜会更甜吧，可能会更好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今天吃的辛拉面，那欢迎大家也试试看，这样子来吃看看也是不错，腌泡菜萝卜大家可以试着做看看。拜喽。